羽球是释放压力的最佳运动。谁说一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？5月27，看谁才是下岗的英雄。啊，可惜，轮到宜宁跟易莹来发球，一样分边，好球。这是幸运分啊，弹在网袋上，真的逆转了，从20-23一口气连拿的5分，2-2。位置重叠了，不过还是顺利的回应。好，在前场逮到了，完全已经预判到对手的回球路线了。还有吗？结果这一球最后出了界外。从后场前场的搭配，高球非常到位。好，可惜。哇，这一个吊短已经来到赛末点喽。对，那不但是赛末点，同时也是冠军点。哇，这一球最后还是推出了底线界外，所以这场比赛呢，非常恭喜王一鸣跟叶逸莹。好，这边有吴朝颖跟叶仁豪率先来发球。哦，低分的小球挂网。啊，发长球。哦，还有，哇，这个防守太顽强了。好，先化解一个赛末点。哇，但是这一次分边的扣杀还是让，哇，这三分拿得很快，还没热开，球就一直来了，真的。哇，又挑后场出界，还没有手感。分数就被打开了，对，因为这种只打一局25分制，其实没有时间调整。赛末点啊，魏翔跟霍康啊，确实展现他们在本场比赛的压制能力啊，所以最终还是以大比分的优势收下比赛的胜利。好，李松年跟徐胜豪8-7领先。起高，哦，超高了，哦，还有，比赛继续，哦，这一个前场拦截，再吊球，哦，这就过了，逮到。这个平推非常有威力啊，起高球位啊，有相当多的攻击性的技术。哇，想要点一个短啊。
往女生的方向做进攻，来到了赛末点24-17。一回的加压没有，哇，雅婷最后这个反手还是没有办法回应成功。好，这一场90岁级的男双冠军战正式开始。差了一点点，都是在受压迫的情况之下。哇，再救起来了！哇，这是一个精彩的转手为攻啊！看得都好揪心呐！哇，这个杀球过网，一个温暖的感觉，就是谁来啊？然后大家看到就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比赛，然后就乐在其中，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很乐意的协助我们，我帮你这个啦，我帮你那个，所以在这边我很感谢所有我们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参加的选手们。而且你不要看他们这样弱弱小小，那个杀起球来哦，也是蛮狠的，也是蛮狠的。对，恰杂波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显现出来。好险，你是女生，温温柔柔女生你可以这样讲，我不可以啊。好，青梅剩下一关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好，这个斜线的加压没问题。好，将是由张敬诚率先来发球，好，明强来接棒。冠亚军反而都没这么难熬，是因为冠亚军好像就已经保底了嘛？对，就确定有了。来有往哎，对，哇，这一分打得非常的纠结，哇，可惜。哇，结果发球失误了，对，比较可惜。黄龙，哇，这一球就在白边上。好，那这一次的加压拿到分数之后呢，出现了4个冠军。钱哦，再见，没问题，刚好都在直接反啊！哇，这个反拍，连续的防守，靠着顽强的防守拿下13分，再次的本场比赛，应该会是一个大比分的比数，收下胜利。还有，很有耐心的把球给拉高。撑住不失误，就拿下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总算由赵尚恩现在发球。哦，这球直接穿了个中洞。对。哇，董哥，这个球好，这个蹲打。哇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帅一颗而已。只还有一分哦，没有加分哦。对。这一球落在线内，可惜25-24。哇！
哇，这条爬过去了，翻网翻网，这是 Lucky Ball。这最后一分拿得很有气势啊，最后再往前的扣杀得手。好，比赛开始，由瓦雷亚率先来发球。可惜了，这球有点。哦，这球做得好哦，拿下。有。哇，这个发球迷惑到了对手，直接 S 球拿下比赛的胜利。防守能力不错哦。对，哦，从后场直接扣杀，可惜偏了。做一个斜线的短球，哇，这个进攻，感觉是用他们的防守都还是比较稳定一点，都可以有效的化解进攻。是，哇，可惜。最后还是落到了界外。哦，连续救了两颗，左右调动，还有，好哇！哇哇，要小心，不要滑倒。坚强的防守，对，打不穿。啊，最后是大比分的分差25-9。哇，后场几次的扣杀都被挡了下来。还有，我这又弹过去了。啊，可惜了。好，这一场我中120岁组的比赛正式开始。哇，好凶哦！4-0。哇，这个送进球！今天陈明娇的发挥非常的出色。哎呀，这球是落在界内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好，上带来接发球。上带做一个小球的斜线，好漂亮，一个变节奏。哦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哇，抓到，哇，第一个赛末点就顺利的收下，比数最终是25-18。